起来吧，陪朕走走。川儿，可有向你提起过他的母亲？当年我见到川儿的母亲，可以说是一见倾心呐。 举全国之军力，逼临南萧城下，硬要娶其为妃。入宫之后，朕对她是百般的好，可她却不屑一顾，就连生下了川儿，她都不想看一眼。直到听到她自己的情人战死沙场的消息，就在这个地方，上吊自尽。 随他亲人而去。川儿太像他母亲了。昨天竟然说了跟他母亲当年说的一样的话。我喜欢陆安然，今天在殿中为他求情，儿臣不愿看他心焦。喜欢不打紧，心悦之情嘛，朕也有过。可儿臣的喜欢。 是想娶她的喜欢，我怕其为情所困，不想让她走她母亲的老路。陛下有什么话不妨直说。朕要你离川儿远一点儿。 出宫之后，不许再见他。啊，对了，你的父亲年事已高，身体也不好，朕已经决定让他回苏城老家颐养天年。他是否能够善终，要看你这个女儿是否尽忠大汉。陆安然，这一生，爱情与你。 不过是奢望罢了。原来有的笼中鸟，注定是要死在笼中的。这偌大的牢笼，这无休止的尔虞我诈。 自顾不暇，竟还要想着放下一切与心上人双宿双栖，何其天真！你无路可逃，除非结局颠覆，我则不再是皇。 只会是他的掌中之物。如今，你后悔了吗？这一切从头到尾都是错的。无论你怎么选。 终究逃不出穆泽的手掌心。无论重来多少次，陆家无救，你只会越陷越深。陆安然。
是的，不是的，我一定会想到办法，我一定有办法救卢夏的。在此刻，陆安然意识到，时光倒转予以他的从来不是机会。老天爷没有给予他半分的慈悲，而是一次又一次命运的警醒。陆安然恍然，一路以来他都在躲避命运的到来，而今他下定了决心，他要向着不公的命运发起挑战。是如何了解的？可有人为难你？爹，对不起，我把陆家送给皇家了，是我没有守住陆家。你已经尽力了。爹，你要相信，我们终有重逢的那日。殿下，陆老爷已经回苏城了。陆小姐虽交了双语令，但皇上仍是看中她的才华，命她继续掌管陆家船运。这样一来，也是个两全的结局。我只愿她心里能过了这一关。不过殿下，福祸相依，陆家这样，陆小姐如今不用担着陆家兴衰重任，也无需再为亲王府出谋划策了。你们之间应该也没有那么多顾虑了吧？他交出陆家实属走投无路，心中定然万分痛苦。我于这件事上没有帮上半点吗？怎么有资格想以后的事呢？殿下，是我说错话了。殿下，灵犀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姐，该洗漱了。小姐，你知道吗？今天齐王殿下看着可高兴了。你就应该像这次一样主动一点，不要老是躲在院子里看着葡萄藤发呆。我去给你准备明日的衣衫，一定要漂漂亮亮的。可明日是最后一次了，它也许是我这一世人生里最后一次的风吹草动了。